一点的白菜。今天终于今天让它出炉，今天终于扛不住了，天暖和了。我一冬天都没看见你。下去了，咋样白菜？哎呀，烂了，还行。哎，对，你就往外扔吧，扔就行。来来来，哎，哎呦我的奶奶呀！先别接，我这是上。里头还有多少了？啥也看不着。这咱家亏得有个窖。最后是这点白菜。嗯。哎呀，你看这雪有多深。那这白菜还招烂呢。巴巴不行，给兔子啥的。兔子吃人吃，哎呀，这个白菜不对呀，这白菜这是怎么的了？这是。啊？啊。白菜这是咋？这家伙年年囤这些玩意儿，年年坏。白菜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式儿的，你吃一半扔一半，一半都吃不了。那怎么还动了呢？还有多些吧？十来颗。那也不多了。哎呀，就得给你扒了。大白菜，那你剩下那些叶子啥的，你不再回去把剩下叶子啥的，你往那撇能行吗？行。这白菜烂的也是烂的够呛。小猫咪，你要上我家来混饭吃了？这小猫咪天天上咱家混饭吃。有好吃好喝的可不是，要我谁要谁愿意走啊？送礼啦，大卤蛋给你们送白菜了。没动，你少动，没动就不算动。没动那就别拿它回来那么多吧，都干巴了，都烂了都，冻的。烂了几颗了，外头还有吗？有，没多少了，油也没多少。我觉得是没有几颗了，那天听你爸那么说。最后一波，也都烂的够呛。最后一波，俩队友了，最后一波。还到这边吗？吃完了事儿，一会儿搓到那。哎呀，罐子吃儿，奶整完了，我奶要开摆。哎呀，老烂老多了。是哈。啊。妈，你不给他。有的还冻了呢。烂老多的，那个经常下去看看就好了。没有用。上挪的，往上挪；该往下挪的，往下挪。你瞅瞅。你又不高个带个吧，它粗粗，发黄，这样式的，你就说，看这白菜多好。嗯。就这点玩意儿了，该吃吃吧。咱家这白菜，妈包的饺子是甜的。哎呀，咱的白菜光浇肥浇了好几遍，那不就叫水泡完了，就怕它不长吗？要不它吃的香甜香甜。你看这，你看这跟小米乐子学的。来，开始。来，这个白菜，嗯，好，嗯，这是个小心心的。行啊，你给你留个心就不错了。还有点的那个好白菜，全都烂了。这上头是。没了。没了。底下萝卜啥呢？还有萝卜。今年没整萝卜。啊，萝卜没有，都拿到院里去。哎呀，你这身上蹭的，能不能穿件工作服？哎呦！没东西了吧？没有。兔子人，兔子吃人吃。亏得有这几个兔子，这不这白菜、啊。这你今天买几个兔子还买着了呢？一波不知道扔多少。我的天！咱家东西不带浪费的。咱家东西哈。嗯。煮了碗那个粥，啊，一个人
走了好多店，没人给他煮粥，完了说他有病号，完了我给他煮的。哎呀，粥啊！啊，苞米面粥，就干了这么一个活，我就关门了。去玩吧。不玩。哎呦，怪了，吃新鲜白菜，冻的还不乐吃。然后有的吃，哎呦我天！那这两个大兔兔都好。咱家东西是啥玩意儿也不撇呀，一点不糟践。不糟践，哪样都别让它浪费了。我奶奶成鬼一冬天就剩这点玩意儿了，还得撇一半。哎呀，你奶奶说了，宁可撇，也不能没有。你认可多不能缺，一会儿给你二舅妈拿两颗去。你就分吧分吧吧。你看这里还变粉了，那啥意思？咱这得心里要坏，要坏就坏了。你就别掰它那个，这矬子边上那个，实在不行给兔吃。它那奶吃管上来奶吃嘴。你这今年可以养点兔子，要不然明这那个今年接着咬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今年再买几只。这说的轻松啊，还买几只你养啊？你不是，要不然你都是不是都浪费了？夏天就一个长人的给他打菜。你现在说养兔子就那么容易养兔子了？他嘴嘎巴嘎巴一会儿，奶奶说他不停的嚼，不停的嚼，不停的吃。我天，这十五一天天休息了，还在那倒腾啥呀？我就今天下午有功夫。这你奶奶天捆的多好。我奶捆的啊。你这废壳卖啊？干送你家去？卖能卖多少钱？卖16。没有一宿，卖什么16啊？我来啊！你还不少倒腾呢。你说着啥急呀？哪天这玩意儿去就卖了呗。都给卖。那泡沫箱留着吧，那泡沫箱子。对呀，泡沫箱子我在留。纸盒子啥撇不撇不得了。你看看你奶奶这个。这是个东西，就像我大姑说，是个东西，哎，就非得给你捆的可仔细了。你奶奶的风格。咱家过年就这些啊，没点别的。你还想要啥？那个玻璃不是那玻璃瓶，那个瓶易拉罐瓶子啥的。易拉罐瓶子搁那儿了，这个折箱我没敢留着。谁知道你？拿东西的哈。那谁知道你想怎么整？留，该留。你这一个车够装吗？多少？你这点玩意儿也就十来块钱儿。你卖过呀？十来块钱儿。卖过，倒腾三四个点儿，卖了16吗？你呀、啊。我能干出那事儿？块钱。这一堆瞅着挺那啥，挺多的。我看有没有了。没多实实。最后一个了。啊？就这些。我叫你大姑卖，你大姑也不去卖。走吧，看这些玩意儿能卖多少钱。走，卖钱给你。这。看看我的车技如何。那谁让你干啥去了？我从这边去。
完事儿了呗，这就称完了呗。19斤。啊。还得解开这个绳。车道去。哎，这提了库路挺快。一共多少？啊？多少几斤？多少斤？可能38斤。哦。钱拿回来了。拿回来，拿回来呗。多少钱知道吗？10来块钱。猜一下。也就10来块钱。10几。16。16给你啊。多少钱？猜的怎么这么准？16块钱。16块钱。行。哎。行，走吧。16块钱咋？这样玩意儿卖的，你是？16块钱那不是钱，真有意思。妈，你猜我卖多少钱？看你奶奶挑。不屑。啊，不屑一顾呢。这个东西要指望这个东西卖多少钱？你听他说卖多少钱？这个东西你要指望卖多少钱？猜我卖多少钱？也就10块20块的，他这样一那点玩意儿也就10来块钱。16块钱吗？你说够不够买元宵的吧？啊，够啊，1块钱也是钱的。我就靠这个去买元宵吃过节。你去上人家给你欠1块钱也得给人家呀。就是16块钱咋的呀？就是瞧不起我这16块钱。